今天我来为大家上第一节课，你们可以叫我叫花花就可以了。其实我们随意一点，我其实是一个挺随意的人，对不对？今天我就想问一下，你们是想成为一个音乐人，还是想成为一个受关注的人？成为音乐人的举手。想成为受关注的人举手。都想，都不太敢想。但前提是你得先想，你得敢想，你才会去做，不然你都已经来这个比赛，你肯定是要去想的呀，对不对？要不我们坐下吧，我总觉得我们站的好像有点怪怪的，像军训的感觉。有一些人他在专业上或者在音乐上他没有那么厉害，甚至没有那么多的天赋，但是他们不断的去跟他们传播一些很正面的东西，想成为他们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柱，这些方面都可以让这个人成为一个很受关注的人。我觉得他同样是一个很正面的，有态度是非常好的，我很支持每一个人有态度，但是态度一定要是正面的引导，一定要建立在善良的基础上。所以说，如果要想成为一个受关注的人，你们要记住自己内心的东西。同样刚刚说的，你们受关注和音乐人这两个是一样的。